喂，喂，王红今天在忙吗？在，现在给我打电话了。就是我想跟你说。说啥？你不想跟我复合了吧？你想多了吧？我失业了。你失业就失业呗，失业找工作。那我就直说吧。我就是想跟你说，之前我们在一起时候，你家不是有急事，我把我手头的10000块钱拿给你们家用了，你方便时候还我一下。不是，那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我没意思。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你就没还我钱。你搞笑的吧？我们俩在一起时候约会，哪次不是吃饭你买单，看电影我来买单呀？那零手钱是我给你买的吧？手机。你还好意思提手机？手机是你分期给我买的，后来的贷款也是我还的呀。那这样吧，我就你到时候你把手机还我，手机还我之后，我就把那10000块钱还给你，好吧？行，你好样的，王红姐，就这么说定了。